它呢其实算是比较偏单层性的，但不会到薄哦，不会到薄，我觉得它是可以保暖的夹口的部分。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有更厚的衣服、更厚的刷毛、更厚的帽 T， 我跟大家讲一定是 OK 的。它是夹两件式的，然后你们如果穿素 T 可以先拉起来然后再扣起来。它这种帽子啊是做双层柔棉的料子，又挺然后手感又好，帽子是真的可以戴，就是那种大尖帽，超级可爱的。我觉得它的卡色很漂亮，它卡带有点黄，它比较没有那种暗沉的感觉，所以在肌肤上我觉得是非常提亮肤色的。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呢，你们呢可以把这个扣子扣起来，它呢就可以完全展现这个非蜀绣外套，有点小帅性的感觉，里面可以加无限多的衣服。我觉得它的后背就特别的好看，很喜欢这种小 oversize 的感觉，然后又是微防破碎。